车，作为现代科技的集大成者，每次变革都将掀起产业结构的重塑。作为民族自主品牌崛起的代表，长城汽车伴随着中国汽车行业的进程一路飞驰。新的局势下，长城汽车不仅立足本土进击全球，更立志于开拓社会能源结构的新征途。2022年10月17日，长城汽车携五款重磅新能源产品登陆全球五大国际车展之一的巴黎车展。Hello World, salut Paris。以高品质、高价值的品牌形象，让欧洲汽车市场耳目一新。长城汽车能够成功进入欧洲，得益于董事长魏建军一直以来要把品牌做到全球去的决心。经过近10年的新能源产业投入，终于迎来品牌形象在国际市场中的蜕变。我们这次去欧洲，得到欧洲消费者的充分认可，中国汽车的这种智能化、电动化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新的体验，是他们没有想到的。作为汽车的发源地，欧洲市场在汽车的消费力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话语权，而成功在欧洲市场获得认可，是中国汽车走向世界的一次重大飞跃。我们在初期阶段，中国车还是卖性价比，现在就和以前不一样，应该说呢，和10年前出口汽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们呢要深耕这个海外市场，为我们的这个中国汽车和中国的产品的形象，我们长城也做出一份贡献。立足品质，实现品牌形象的转变。长城汽车从上到下对产品的严格把控，是保证品质的重要一环。每周四的早上是魏建军雷打不动的评车时间。魏建军正在驾驶的这辆坦克500PHEV 是即将上市的新能源越野 SUV。 临近上市，坦克500PHEV 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试车场中。这套动力系统在城市里边能耗很低，同时它还性能非常好。试车场的高速环道全长7019米，最高设计平衡车速为每小时240公里，为汽车在高速驾驶时的耐久性、稳定性等性能考验提供了专业的场地空间。测试山的坡度范围在6%至60%，主要对汽车的爬坡性能、传动能力等性能进行测试。对于车辆要求严苛的魏建军，首先就选择了60%的最陡坡道。现在我踩着刹车的，我要松开，就是3秒之内你加油它就走。对，哎，以前咱们要换挡弄离合，这么大的坡度根本就没法挑战。倒离合，新能源呢，应该说不可逆这个方向，智能化也是，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这个想象空间，因为我们已经储备好了这么多的技术和供应链能力。我看这个车的成熟度差不多。还要有些细节还需要我们把握。好，魏总，这是咱们这个产品包，上周刚从生产线下来，然后今天也希望您试一下。
建军年轻时就酷爱开车，对驾驶体验一直有着极高要求，他也因高超的车技被称为保定车神。亮相于2022巴黎车展的闪电猫，以零百加速4.3秒的性能和优秀的制动及稳定性，得到了魏建军的肯定。总体上还是可以的。这个车咱们不是做了这个坠机箱的翻滚试验，是吧？高速螺旋翻滚。作为一个电动车，包括这个燃油车，做这样的机械翻滚的，咱们这是第一例。哎，这个是从巴黎车展算是量产车首发，将来呢它也会进入欧洲的啊。能够通过一次次测试，展现极致性能的背后，是长城汽车30余年的积累。面对如此长线的布局，关键技术的掌握和技术路线的制定就显得极其重要。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就是混合动力技术，核心就是使用更先进的传动系统。多年前，为了在关键技术上不受制于人，填补国内汽车变速器自主研发的空白，魏建军决定设立变速器项目组，加大研发投入。2012年，怀揣着技术梦想的陈晓峰加入长城汽车，开始了他的民族品牌自主研发之路。在外企的话，他对的技术封锁包括技术保密非常的严，有很多时候你有一些好的点子、好的想法，都需要总部的做最终的这种确认，总部控制了一切的这种技术开发工作。基于这种状态的话，我还是希望到一个真正能为咱们这个汽车行业整个行业发一份力，想做一点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因为国内没有成功先例，起初大家对于成功研发自己的高性能变速器并没有信心，但长城汽车仍构建了投资近2.2亿元、占地2100平方米的国际一流变速器实验室。很多人认为我们可能做不成，说中国汽车行业做发动机可以，做自动变速器还差点意思。当时我们要就是跟他做相应的这个挑战，整个长城公司下了非常大的决心，投入也是非常大。长城汽车的最新成果就是 DHT 混动系统，这套系统已经搭载在包括哈弗 H6、DHT、PHEV 等众多新能源车型上。我们的混合动力系统，我们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高效的发动机加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混动的这个变速器，它是由10年来传动研究院的研发成果不计其数。从燃油时代的 7DCT 自动变速器到新能源时代的 DHT9HAT 等混动变速器，长城汽车实现了中国首款，也创造了全球首次。身为院长的陈晓峰见证了整个汽车企业从跟随到领先的光辉历程。我们在核心技术方面呢，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掌握。我认为用市场确实换来了资源，但是并没换来核心技术。所以说长城在技术研发投入上，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这个口号，叫过度投入研发。过度投入呢，不是浪费，是更加长远的投入。所以我们这个研发费在中国是最高的，是从绝对数量还是销售占比都是最高的。新能源车中的能源核心就是电池，为实现新能源领域更开放的发展布局，魏建军将电池业务剥离出来，于2018年成立了蜂巢能源。张放南也自此开始了在蜂巢能源的业务拓展工作。最近出差频次还是比较高的，几乎是全国都在跑，因为我们客户分布比较广。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从最早期的大概700个人的团队，发展到了现在超过2600人的团队了。基地也达到了13个，那个研发中心达到了9个研发中心，所以发展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边是他们这两口，然后这边呢会
成立的第三年，蜂巢能源以878项公开专利位居2021年中国动力电池专利公开量创新主体 TOP20 排行榜第一。工程师在问题解决和分析的时候直接汇报给我们董事长的，就包括蜂巢能源的董事长和甚至直接汇报给魏总。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公司对研发工程师的这个重视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放权授权也是比较大的。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制定合理且长远的技术路线，这是魏建军一直秉承的理念。短刀碟片电池是蜂巢能源独创的电池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国内市场，并搭载于即将销往海外的车型中。魏建军对此十分重视。魏总，这个就是咱们现在量产的这个闪电包，这个包是大概是67度电，跑550公里。原来咱们那个是一个小模组的，对，这就是 C2P 的方案。这个后期我们做 C2P 3.0，我们能够挑战行业最高的这个安全标准，就包括这个测助碰、扫描助碰，这样的话它的整个刚度就会提升很多。所以说，这种合理性应该说在行业里边是比较受认可的。是的，目前我们的短刀在行业里边推广，这个客户的认可度很高的。我们现在超过7家客户已经认可了我们的短刀产品，正在共同推进项目的这个开发。商品里边有一个，不仅要为自己供货，还要服务更多企业。成立不到5年，蜂巢能源在2021年度。以及2022年上半年动力电池装机量世界排名第10，这样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魏建军对新能源产业的长远布局。掌握核心技术，包括核心能力，还有这个零部件的保供。目前呢，在这个整车厂里边，为数不多的2家啊，就是有电池能力的公司。哎，我们算一家。哎，我们呢是先从基础做起，我们没有盲目的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整车产品。我认为呢，做一个企业要看得更长远，不是一时一事。哎，你要想在这个竞争当中，是吧，占有一席之地，你必须更加务实的去看待未来。如果将电池比作新能源汽车的心脏，那么智能系统就是大脑。智能驾驶系统是汽车智能化领域中最前沿的科技，研发过程需要算力及海量的道路测试及数据采集。江海鹏是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负责人，为了完善实验结果，他又一次踏上了测试的道路。我们现在启动设备出发，打开那个惯导，看一下咱们这个 RDK 这个灯怎么样，有信号了吗？行，可以了，是吧？就当前呢，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点，其实对于是技术路线的一个把控和选择方面。因为长城公司智能驾驶其实已经走到了行业前列，进入到了一个无人区。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技术领域，将来我们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发展，其实这是当前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长城汽车的智能驾驶研发于10年之前，是国内最早成立智能驾驶部门的车企。这辆摩卡搭载了长城汽车最新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针对城市复杂的通行场景做出了许多完善。本着对系统安全度和用户体验的重视，魏建军决定亲自上路测试。现在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NOH 已激活。OK， 现在咱们整个系统已经激活，我现在已经松开手了。目前车辆已经自动并道到这个最右侧车道。这个体验还是可以啊。对，完全自己识别的红绿灯，就针对红绿灯这块，大概采集了500多万张的这红绿灯的图片，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训练。目前在北京保定整体的识别率能达到98%以上。我来体验体验，以前体验过，升级之后再看看。你看啊，现在我们并不干预它。嗯。哎，自己起步。嗯。自己起的。现在我们设置的定速是50公里。这儿这个体验就好一点。我上了车一直没接管过。嗯。现在基本上我们是大概用了1.5年的时间吧。从感知这一块的这个算法是打通了，现在整体路试里程大概有超过10万公里，今后还挑战还会很大。所以说对，智能化这个东西是一下想不全的，它不断的有这些感知，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新功能的出现，迭代的速度越快，用户的感觉就越好，迭代的速度就会是一个竞争力啊。你指着某一个供应商，你一旦那个车有一些变动，都会卡住你，哎，而且你迭代的速度会非常慢。系统决定思维，硬件关乎执行，硬件体系的发展也在汽车的智能化进程中起决定作用。2021年。长城汽车在科技节上发布了线控底盘，其中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就是线控转向。只要手握着方向盘，我们就对这个车的行驶方向进行控制。所以说，这个转向系统在咱们这个汽车领域，它是占据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这个86年毕业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咱们这个航天部。做这个大型运载火箭的这个设计工作，1995年开始进入到汽车行业里来，到今天一直还在搞转向。你像现在那个线控，一个是国外的，他不可能把最先进的给你；再一个，他给你的服务费也特别的是天价，所以他们要一干出来，我们国内这些自主很快就能接受，所以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有很大空间的。长城汽车的转向技术团队组建于2016年，在魏建军的强烈邀请和支持下，已在转向领域深耕近30年的王朝九，这一年加入了长城汽车。刚开始搞转向的时候，跟魏总交流，我非常担心，非常担心，我就跟魏总建议，我说这个转向可不是好搞的东西。它的这个机电一体化，它的技术含量太高了。在咱们之前曾经有那么2家主机厂想搞都没有成功。魏总开玩笑似的跟我说，他说过去没有搞成功是因为没有我的支持，你现在有我的支持，你肯定能成功。长城有项目你可以做给你，长城不缺你这点钱，你需要长城汽车哪个部门的支持你找我。话都说到这份儿，再不成功真没道理。那剩下人的问题，那就我去组织去呗，供应链的问题我去培养去呗，对吧？剩下不就是我的事儿了。在王朝九的带领下，这支转向项目组2016年底成立，不到3年就实现了批量生产。产品水平也处于世界领先，这是智能转向行业内绝无仅有的高效成果。王朝九实际上早就已经退休的人，他来到我们公司，他并没想干这么多，我们就鼓励他，专成立一个团队。当然也会聘请外边的那些人才吸引到这个团队里边来。像国外专家，他也追求他的价值。他看到一个企业能把他的想法或者他参与过的东西很快地变成商品，能这个为消费者所认可，这也是他的价值。我们这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到2023年，
长城汽车全球研发人员将达3万人。人才数量成倍数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开拓各项新技术领域的野心。氢能作为一种真正零排放的能源形式，是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减少中国在能源上依赖进口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长城汽车制定了2050年建成氢能社会的计划。虽然技术瓶颈巨大，魏建军仍大力投入发展氢能源，并已率先开始制、储、运、加、应用全产业链布局。崔天宇是燃料电池发动机的技术负责人，为了保证年底新一代样机的按时验收，正在抓紧完成所有测试。长城汽车应该说是从2016年就开始进入这个氢能行业，有些公司的话它可能只把氢能燃料电池当做一个交通领域的动力的形式，但是长城包括魏总一直告诉我们，这个是要把它上升到一个能源的高度，它的这个前景其实是远远超过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的。长城汽车在氢能源开发上累计投资超25亿元，并持续追加，其多项技术成果填补行业空白。2021年，全球首个完成100辆49吨氢能重卡应用项目落地。现在，发动机升级后的新一批重卡也即将完成交付。这个就是专门装的5辆长征的这个重卡，这个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燃料电池发动机啊。说我们在第二代的发动机的话，已经贴到250千瓦了，这个是100千瓦。250千瓦，这个体积能量密度你怎么装啊？这个是我们做了大量的集成，包括电堆的能量密度也提升去了，然后整个系统集成度也变高了。其实250千瓦的话还是能装下的，比这稍微大一点。氢能发动机在商用重卡车上的成功应用，为长城汽车的整个氢能布局奠定了基础。氢能乘用车也开始准备量产。乘用车别看，魏总，这个已经是咱们第二代的发动机了。就是要装到那个D07那个。对，要装D07上的。目前这个车呢是在这儿做整车的标定工作，整个过程里面产生的都是纯净水。所以说的话，待会儿可以给您看一下。这个是做实验，直接接的这个纯净水啊。过程对，能喝吗？没什么太大的。没有体系就成为体系的开拓者。长城汽车选择新能源路线的原因，从来都不是市场变化下的妥协，而是以推动实现国家能源自主为目标的挑战。长城从整个的能源结构看，我们同时起步的就是氢燃料和动力电池。应该说这6-7年过去了吧，随着这个大家对清洁能源的认知上的这越来越深，越来越被专家包括国家所认可，氢燃料汽车在我们国家会得到一个快速的而且非常有战略价值，也能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做出贡献的一条技术路线。1990年，26岁的魏建军承包了长城汽车工业公司。30多年过去了，当初负债累累的工厂已然成为了业内龙头企业，中国汽车行业也从跟随走到了全球领先。实际上呢，我们早就走出去了，现在我们在国内，在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深圳那一带，现在日本、德国、奥地利、印度还有一些做软件的。汽车发展只有30多年，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40年，那时候中国确实在落后很多，就像好像我们这一代人就好像什么技术都想拥有，哎，老觉得缺，而且国外呢拿二流技术卖一流价格，
所以我们就愿意呢，就是在零部件、在核心技术上有更多的话语权。一个企业背后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或者强大的国家做这个背书的话，你这个企业单打独斗，你也很难发展起来。随着这个我们国家对外技术的输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有巨大的转变。我们现在还是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会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倡导下加速普及海外市场，这也是我们长城看到的未来的红利。2022年11月21日，第一批300台摩卡 PHEV 在上海港整装完毕，前往欧洲市场交付首批用户。长城汽车凭借智能化新能源汽车，以高价值的品牌定位发力国际市场的底气，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来自于30多年以来的脚踏实地，来自于每一位长城人的奋斗。这么多年发展过来之后，我们能看到，我们从一个汽车的大国发展成真正的一个汽车的强国，我非常高兴，我参与了这个过程。无论是站在公司的责任感，还是站在行业的责任感，我觉得能有一个新的产品的突破，是对整个行业的进步提供了很大的助力。长城这块，我认为它是一个工程师的天堂，新能源汽车和这个汽车数字化、智能化，我们中国应该说走在这个前面。我们一直憧憬着能够做一辆真正是中国自主开发、生产、销售的，深入到千家万户的这么一个氢能源的电气汽车。长城提供了一个能够帮助我实现梦想的一个平台。我们的逻辑是靠制造、靠技术、靠扎实的产品，有些企业靠的是资本市场，是两个维度。所以说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很聪明，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也很傻，实际上我还是选择更傻的那个维度。可能这种30多年前的感受和现在，我们那时候就是缺乏技术，总是在羡慕甚至仰慕外资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烙印更深，所以说我们总是在技术上不遗余力地去突破。我觉得汽车这个产业呀，这个技术为基础的这个话题是永远的。我们做一代，我们就得想下一代，或者是更长远。正如长城汽车的核心价值观，每天进步一点点。长城汽车在5年甚至10年前就曾布局的领域，如今正在璀璨绽放。一家企业是一个行业的缩影，是千万个奋斗者的融合，一点一滴的进步汇集，推动着中国品牌在时代浪潮中奋勇直前。